大人死，是三司使，严铁判官假人假他人。你是谁？这位就是我们三法司的主理叶凡。之前你那么拼命的救我，这次我也一定会豁出去救你。你别写屏了。那我们直接算什么？你是一个认贼作父。你有脸面娶我女儿？我们之间能有什么？我们之间从来都没看过。严铁判官之死和运转生之死案，方案是一致。 孙大人是死于一场反战之中，这是现在越来越糟糕。我再给你最后10日时间，拿住下人。